Yes 933棒棒新年傍晚班，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 ，May the Fourth be with you。不可思议，我们现在电话响了，是不是欧轩真的打进来了？你觉得是吗？我马上接电话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欧轩。哇，哪里可能？哦，你确定吗？你是欧轩？真的啊？你只是真的嘞，他的声音像欧轩的欧轩嘛？哎 ，Jeff， 你不要怀疑了。OK， 还有哪一个欧轩？你看，他的声音就是 Jeanette 的声音，他的招牌笑声声音，真的。谢谢你 ，Jeanette。哎，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，我们收到你的新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它热腾腾的送过来给我们，而且还亲笔签名写上我们的名字，哎，好开心。因为我刚才去的时候你们都不在，所以就放在你们的桌上了。啊，你还亲自送来啊？真不。对对对 ，Jeff 要帮你按摩你的手了。我真的，我是被动啊，今天很 touch 的，很 touch， 不好意思啦。OK， 真的，我们先恭喜你啦，因为这本书Soul's World Somebody to Love 五月九号就会推出了嘛，就会正式出售嘛，对不对？那对你自己心情应该非常棒吧，对不对？非常期待，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 project， 所以是我的 baby 来的。嗯，所以我很期待，就是其实我在这本书花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。一到两年，哇，进行不同的那个绘画，因为是一本绘画本，对，里面的图片图案都很好看，都很漂亮。所以谢谢你们，你就是当中这个女生吗？可以说有我的一点点的，有你的缩影在里面啦。对 ，OK，那个内容我们就不要说了啦。那个绘画真的是绘得很漂亮 ，Jeff 呢一直在翻哈、哦，不过他有点失望啦，因为只有后面两面有你的照片，他要看你的写真。这次有不一样的方式呈现我的作品，因为第一本是以个人的一个出发点为主，所以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，还有我比较私人的东西。可是这次第二本会以绘画来呈现我又另外一面的我。我很好奇啊，欧轩是在什么时候一天下来哈最有绘画的灵感的？其实我倒发现，如果一切很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是很开心的时候，你画出来的东西，好像缺了一点点什么一样。因为我觉得画中的一些故事是需要有好像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东西，或者是想要分享的一些就是小小的故事或是情绪。所以如果你们翻看里面有一幅画是他流着泪的，其实那个是我最喜欢的衣服。真的真的，所以人生不太顺利的时候反而会给你一些推动力，或者是给你一些灵感，对不对？会。可是我倒是一个乐观，也比较喜欢五颜六色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的绘本其实里面的颜色啊都非常的亮，对，然后很鲜艳，看我觉得看的时候会很开心，对，是，而且不管大人小孩都会喜欢，从中都有不同的体验。希望这本是可以It's for children and adults， 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看绘画，一个绘本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在创作的时候也可以就是 It's also for the adults。 OK， 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听众啊，很多爱你的粉丝啊，也都很关心啦。你现在都 OK 了对吗？对，因为之前是怎么样摔了一跤，现在 OK 了。我真的是 OK， 因为除了就是撞伤，然后有三大块的淤青。基本上我挺幸运，就是没有就是伤到任何其他的地方。我其实也觉得就是我跌下来的时候也还好，没有撞到脊椎骨，或者是不是 like face flat on the floor。对对对。然后其实就是还 OK， 皮外伤。
好，对，让我们看了很心疼，特别是 Jeff， 他说那天他看到他从电视上哈，在看节目的时候从沙发摔下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当时在看电视，我都冲向那个电视那边了。他抱着那个电视，因为他抱不到你，希望我能够就扶你起来的。嗯、我知道很多人吓到了，我都吓到。真的真的。真的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谢谢你们的关心，我真的还好。嗯，那其实我们最想问你的就是这个时候啊，你真的是在做什么？这个时候你听到我们的广播的时候，你当时是在开车吗？我刚刚到家啊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今天就是一整天都忙着宣传的活动、然后跟记者朋友聊天，然后跟他们聊一下我的书，然后我还有我的签书会，还有就是很快就是月尾也会有一个 museum 啊、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we are going to be collaborating、所以我的画也在那边就是展出。对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精彩、very exciting month for me。 是，那也希望你的伤势赶快好起来、然后到时候呢就可以美美的哈，然后为大家分享这本书籍。好，也要祝你们新书大卖哦。谢谢，爱你，We love you。 我也爱你们。